好了好了，我都知道了，这都是小事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救救我！我撒开你的脏手！我警告你，这里可是医院。医生，求你了！哎呦！ 陈阳，你不要命了？都干了三天三夜了，你再这么下去，小命都没了。不行，我妈还在医院，不干活，我妈的命就没得治了。陈阳，快别干了，动辄卷走所有公钱跑路了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妈，不能变成植物人啊！救你妈可以啊，可你也得交医药费啊。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交医药费，我就把你妈给扔出去，那连植物人都不是。 岂能等死？三天，三天，我一定凑齐钱给你。三天是吧？可以，你要是凑不齐二十万，给你妈收尸吧。王佳颖，王佳颖，佳颖，佳颖。陈耀。佳颖，我妈病重，急需要钱，能不能先把钱还我？还钱？ 还什么钱？还什么钱？佳颖，人命关天啊！是你说急用钱，我才把钱借你的。哟，这不是你的好闺蜜的男友吗？曾开房的钱，不会就是他的吧？佳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错，钱我已经花光了。 才10万块，你好意思要？王佳颖，那是我妈的救命钱。给我打！行了。不要碰，那是疫情留给我的疫情。 你怎么样，疫情？陈耀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护身符，好好拿着它，好好活下去。什么？原来是死人的东西，真他妈晦气！没听清？什么他妈人工智障？来来来，让你看看什么叫高科技啊！ 我打呀！行了行了，他们打死了。走。我这是死了吗？妈，以前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做最有钱的人。 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。愿望收到，超级 AI 系统已启动。我这是在天堂吗？主人。 这样喜欢吗？讨厌，上来就想摸人家那里。晴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人家可是超级 AI 美少女，不过主人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叫人家和以晴了。AI 美少女，你怎么长得跟以晴一模一样？这是 AI 根据主人的喜好特意设置的。 人家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，还可以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我有点受不了。超级 AI 系统已赠送您 AI 小精灵。 小精灵将助您成为巅峰神豪。
嗨，主人。系统等级一，您已觉醒天眼觉通能力。天眼觉通？真的假的？我这是回来了。好，这次我大难不死，一定要重新活过。主人，小精灵会帮你实现愿望。喂，陈月，我看你是不想要你那死妈了，给你三天时间抽钱。我的钱呢？对不起，医生，我这边出了点意外，能不能再快欠三天？再快欠三天？你到医院做慈善啊？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。等等，把镜头记停了，我要让他妈呀、啊！生不如死！不要，医生，我。小精灵还没跟你说明白天眼觉通的能力呢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闹，黄锦生要提着入境，我妈会活活痛死的。何总，这是阿里集团献上的千年夜明珠，价值上亿。马总说这是他的一片心意，放了吧。还有一份美利坚国际贸易的千亿合同，您看您是否感兴趣？不用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何总，以信小姐真的复活了，超级 AI 显示信小姐就在魔都医院，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。你不好说，谁敢动我何以胜的女儿？人中尉，听见？人中尉，来！速打往魔都医院，我要亲自会会这孩子，我的东西。是。哎呀，给我安静点，老太婆。行行好，你我的痛快！你干什么？妈，你怎么样？妈，儿子，这病咱不治了，咱要治，疼的受不 了。咱要治。华景晨，畜生，我妈杀了你！杀了我？来来来，把我杀了！谁给你妈看病啊？能和我横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交钱，什么时候治病。你不是挺横的吗？听啊，妈笑得多好听啊！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算是去偷，你一定把这二十万凑齐。所以说啊，这人穷啊就不能得病。这样吧，你现在给自己一百巴掌，我就原谅你。什么？没吃饭啊？我听不见，可不算呀！哈哈哈！对，继续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主人，你不必求这个畜生，自己就能治好一命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醒醒了，妈！哎呦，光顾着看这老太婆，没看到这边还藏了个美人啊！哼，哪来的丧娘？陈耀，真艳福不浅啊！哦，金钱，角色扮演，我也喜欢。你不用扇自己了，让这个妹妹陪我两天，我还是可以勉为其难的给这个老太婆看病，怎么样？啊！啊啊华景晨，不要欺人太甚！好你个陈耀，你竟敢打我！小张，你营养液停了，你现在就让他死！来，主人，你可还记得超级 F 女的天眼觉通吗？天眼觉通能治好妈的病？天眼能贯穿人体的七经八脉，而觉通正是一绝点穴，只要病人尚存一息，他不会有症状。真的，我要看到我妈的病灶，挣扎。哎呀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大学辍学的废物，还能治好专家都治不好的病？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的，小美人让出来，让你妈还能走不痛。我大学辍学是为了赚钱养家，不像你买这么高的学，
却是个衣冠禽兽。哎，陈耀，你该不会以为你真能治好你妈吧？死人，别理他们，我们快走吧。走、哦，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赖账。医德败坏还拖着别人，我凭什么不能自己想办法？这样，陈耀，既然你说能治好你妈的病，如果你治好了，咱们之前的医疗费无效。但是如果他一小时之内醒不过来，那你乖乖的把小美一切让出来，在原本200,000的基础上，再给我5倍的医疗费。放心吧，阿姨一定会痊愈的。好，要是我把我妈治好，你就要给我和雨晴特意签个协议。可以呀、啊，你要是赔不出来，我就把你的小女仆做鸡，每天让10多个人摸，至于你，把你的器官全都给割下来。天宇决斗，神威盖世，霸主天成，起死回生。主人，您的等级太低了，又一次消耗这么多能量，将进入3天的恢复期。您的系统能量已归零，请等待自动恢复。我操，这技能还有 CD， 太他妈离谱！行了行了，别装神弄鬼了，这醒了吗？小美儿，乖乖跟我回去吧。等等，主任，病人好像有反应了。行长，这次您亲自出山，还带了我行帝王黑金卡，如此大张旗鼓，会不会太张扬了些？这算大张旗鼓？就算再夸张100倍，我配不上雨晴小姐，吴家族争名。这何家是哪家，值得您如此设想？京城何家在魔都那是只手遮天的顶级世家，你不知道也不正常。小莫，我看你能力拔尖，才带着底气。待会儿见了小姐，你要谨言慎行。是。何总息怒，当初我们把超级 AI 装在雨晴小姐的手机里，就是为了确保能在关键时候保住雨晴小姐的性命。可如今小姐的手机遗失，超级 AI 却启动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何总，您是万金之躯，一旦出动，我们各方都会闻讯而动。如今情况不明，超级 AI 又是我们鼎盛国际的最高机密，不如就让属下秘密潜伏。也好，你挑选几名精英卫士，亲自把小姐接来。雨晴要是少了一根毫毛，以后银行也别再磨得混了。小李，你开快点。是、啊。我可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份殊荣，千万不能败死。妈，你醒了吗？我操，真醒了。你是雨晴？你不是出什么意外走了吗？妈，这个以后再解释。还是人呢？那个畜生肯定跑了。阿姨刚醒，身子还很虚，啊，给我们换一家药店，也好让阿姨静养一些。站住！谁允许你们走了？张护士，你也是有夫之妇吧？全院都知道你和花锦可以无事的男女关系，现在你奸夫都走了，你还明目张胆的替他掩护，你要不要点脸？你，老娘想跟谁玩跟谁玩。倒是你旁边这位，他成这个骚样，还不是为了勾引我们家主任？真是可怜，快走吧，不打你。谁他妈敢和我大哥抢女人啊？这不是那个魏母通风的勇士吗？华少，还有你王家言，我看在你是雨晴闺蜜的份上，你先处处帮你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帮我？你是指踩着你的破单车送我上学吗？我告诉你。华少的跑车，那才叫照顾。陈耀，我说你也别假惺惺的，你不就是想跟我上床吗？怎么，难道那个贱婊子他不给你？侮辱我可以，但你不可以侮辱雨晴。雨晴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，但是你的男人欺负我，就死定了。华少还敢打我？陈阳，你他妈也是命大，老子非得亲眼看你断气！滚蛋！警报！警报！有人遭遇危险，请尽快处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妈，佳颖，你骗我说你原来是这么一个大人，美女，
我和我哥一起玩。哎，大哥，你行。警报，有人的生命遭遇危险，启动紧急欺诈功能。华少，你不就是想要我吗？只要你放了陈的，我呀，说什么就答应。大美女，你想通了。哎，不错不错啊。行了，都住手吧。等等，这个欠婊子总算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华少，你可不要被他蒙骗了，他呀就是想救他的情郎呢。就是，刚才他还想勾引主任呢。不是我。好，你不承认，刚才是我瞎理。我现在决定跟华少。老子混黑这么多年，最讨厌别人骗了。要不这样，那边那个老东西，你去给他一趟。嗯，拿着。雨晴，警报，目标对主人非常重要，不得伤害。贱婊子，你倒是刺啊！要不还是让我来吧。华少，你知道的，我可是最乖最听话了。华少，不是的，主要是这个老东西跟这件事情没关，除了杀了他，你让我做什么事我都答应。听听，做什么都行，那就让你脱光光也行了。王佳颖，不要欺人太甚。还是我们佳颖有主意啊！来，把这个贱狗给我架好了，我要让他好好看我是怎么玩他女人。不要啊，一晴！臭婊子，你倒是脱呀！臭婊子，你怎么上衣里面还套着上衣？你不是疯了吧？这是 AI 的换装功能。老娘就不信了，我倒要看看你里面能套几件衣服。主人，我只是 AI， 我不在乎人类女性的精神。不管你是什么，只要你长这张脸就是。主人。好啊，给我架住了。好了，主人发动天眼绝通消耗太大，根本无力反抗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不要动他！不要，不可以！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华少，就在这儿上了这个臭婊子。美女，你不是衣服脱了吗？我不脱你，咱们直接来。不要动他！看谁敢动雨晴小姐！小阿，看来我今天艳福不浅啊！啊，又来一个大美女。兄弟们，我先尝尝了。我看你是无福消受。小姐，那您受惊了。参见雨晴大小姐。这些保镖身上带的，莫非是神州贵人？臭婊子，演什么戏呢？还雨晴大小姐，就你这种烂货也配叫自己小姐？啊，不得对小姐无礼。华少，这个婊子打我，他敢打我。啊，什么小事，别拉着我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是魔都深州卫，你有几个脑袋跟着他们。大小童，您高抬贵手啊，您别为我们这种臭虫一样的人见识啊。犯不着你脏了手，我自己来。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走吧。真的不是我，一切都是华少指使的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！那是我生活。皇上，令堂的转院已经办妥，可以把雨晴小姐交给我们了吗？除着跟了主人，小贱人哪也不去。罢了，我们也不强人所难。冷漠，把帝豪黑金卡拿出来。
行长，那张卡里可是有十个亿，您就……嗯。吃软饭的废物。走吧。希望你不要怠慢小姐，劝小姐早日回家。冷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陈先生的私人助理，替他打理资产。凭什么？这个臭屌丝有什么资产？身材倒是不错，就是脾气不好。莫非？美女，我劝你最近少动肝火，看你下身细细紊乱，应该是最近压力过大，搞什么病？俗称大姨妈来。胡说什么？臭流氓！陈先生不必介怀，小莫呀，就这个脾气。事实上，他是网行最有能力的金融咨询师。看来超级 AI 不在陈瑶身上，他若是拥有天眼，应该不会猜错。放心，炮长。不过这钱恕我不能收，这钱恕我不能收。陈先生的品行真是令人敬佩啊！这样吧，这块带了多年的百达翡丽送给先生。世上仅此一块，请先生不要推辞。是，好吧。喂，对，马上打开手表里的窃听器。放心，这次无论如何，一定保证小姐平安返回。那个臭屌丝，白得十亿不说，还想让我一个堂堂总经理为他服务，做梦！也不知道李晴小姐到底看到他哪一点。这是。美女，我劝你最近少动肝火，看你下身细细紊乱，应该是最近压力过大导致内经不调，俗称大姨妈了。我经期提前了。那个家伙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没想到以前居然是什么大小姐，还没好好看我的手机呢，让我刚刚有什么预兆。哎，王少还在骚扰以前啊？这个王少纯纯舔狗。哎，等等，同学会以前变成小精灵失去了记忆，让他见见同学也是好的嘛。好，这就过去。主人，刚才洗澡，化妆系统好像出了 bug。主人，你能帮小精灵看看吗？可能是短路了吧，我给你擦擦。这种情趣内衣，以前还是不大合适。若是萧总经理那种御姐，主人是这样吗？好你个陈瑶，老娘帮你这么多。你心里竟然想的别的女主人，对不起，小精灵也不知道刚才怎么了。没事，你还在恢复记忆，从前以晴只有这么对我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让你重回人类。听说王少卿得了一块百达翡丽，世间仅存一块，是不是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俗话说呀，穷玩车，富玩表，以王少的身价，当然一件好表才配得上呢。哎，小飞，你跟王少关系最好，改天也带我们赏赏呗。我呀倒是想，但是王少那颗心啊都在何以晴身上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王少组织这次同学聚会是要宣布一个消息，好像就是跟那边子。李晴，你休学怎么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啊？陈耀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李晴非让我过来，正好看一下老同学们。得了吧，以晴，我劝你啊，早跟这种穷光蛋分手。辍学去工地搬砖，真不怕笑死人。以晴和陈耀早就分手了，下个月我们两个就完婚了。以晴要跟你结婚，我反对这门亲事。主人，小精灵什么也不知道。以晴，你别害羞嘛，陈耀。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，轮到你这穷逼来粉。是啊，陈耀，认清现实吧，你哪点比得上王少？你反对可没用。李晴，令堂大人已经收下了我的聘礼，现在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。放干净点，提亲有什么了不起？改天我也提亲，
不跟你这种穷逼说话。时候不早了，是我动手呢？这就是市场仅存一块的百达翡丽。今天呀、可算开了眼了，陈耀，这表你几辈子也买不起吧？我劝你啊，赶紧放弃疫情吧。到时候我请大家来吃我的喜酒。我们王氏钟表集团承诺给每一位来宾都发块表。哇，太好了！王少，你们集团求缺三妾四妾呀？看我怎么样？做情人也可以啊。就喜欢你这不要脸的样子。什么发表呀？这不就是20块钱地摊货？等等，百达翡丽，你这个表是假的。要不是我提前看过百达翡丽的机器结构，还真让这个王少骗了。王少还在骚扰雨晴啊？王少这块表怎么跟我的一模一样？张行长不是说世上仅此一块吗？不愧是传世名表，这做工绝了。等等，这是窃听器。看来行长不是很信任我，这么名贵的表要是扔了砸了岂不可惜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买不起就说买不起，少在那血口喷人。操，陈耀怎么会知道我这是假表？一定是虚张声势。是啊，王少家世代做钟表生意，岂能有假？我看你就是心存妒忌吧。陈耀，你说你拿什么装逼不好，非要拿块表？你说王少的表是假的，你可有什么凭证啊？我要是说我见过真正的百达翡丽，你能信吗？哎，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？真正的百达，你怎么不说你也有一块呢？就知道你们不信。巧了，刚好有一块，我这块才是真正的百达翡丽。这陈耀跟王少的到底哪一块是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王少真的了，不然呢？哎，王少，这周地方银行不是要举办鉴表大会吗？到时候啊，全红都站下来，人都回来，我们呀，狠狠打这个屌丝的脸。陈耀，你敢来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怕王少不给啊。我当然有了。光鉴表还不够，如果你的表是假的，要跟何以晴分手，乖乖的拱手相让。好啊，那要是王叔的表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防患于未然呢。我当面给你道歉。哎，王少这样身份的人哪能跟我一样？这样吧，要是王少的表是假的，就当着大会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，再以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卖我这块表。反正王少的表肯定是真的嘛。臭屌丝，这还用你说？王少，快答应他呀，我们等着吃席呢。我好，陈耀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你这就走呀，还没立字据，到时候你想抵赖怎么办？是什么？孙小飞，你他妈跟我有仇是吧？请吧，王少。不把孙志勇先生架起来。滚！给老子滚！陈耀，给老子等着！何总，怡清小姐死心塌地地跟着陈耀，属下实在没办法。唉，你只能从长计议了。我在那臭小子身上装了窃听器，刚才得到消息，臭小子用怡清做赌注，要跟钟表行的王少鉴表。不过何总放心，我给他的自然是真表。唉，只怕万一啊，这陈耀若是在这次鉴表会上出现闪失了，你永远别想见到我的女儿。得令。王少这是怎么了？都不接我电话。哎，那不是魔都钟表王木少吗？哎，这不是魔都钟表世家的少公子卢半城吗？和长城都一样有钱，我要是能和他一样有钱就好了。听说他家掌握了从魔都到金海的全部钟表生意，这次鉴表大会啊，就是他家出资举办的。卢少，
这次鉴表会会鉴定你的百达翡丽，谁这么大胆子敢质疑你的表？王家爷，几天不见，又攀上我这儿了。这次鉴表会不太合适。你，哼，你这种穷逼也好意思来？你知不知道来这里的是顶级富豪，跳坑毛都能把你吓死？哦，我忘了吃软饭嘛。何小姐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只要你现在甩了这个下人，我可以考虑让你作为证人。你们这些人目无王法，真是可笑。已经小姐，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我已经调查，你父母自幼离婚，现在跟着继父还英母亲生，房子虽然大，但是没有恩情。之前还叫人来打我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行了，别废话，今天不是鉴表会吗？怎么王少没来呀？怎么王少没来呀？表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表哥，这陈耀的表要是真的，我得花十倍好价给买下来。谁让你他妈拿我家老爷子房米充双逼？我要是操纵鉴表结果，让别人知道了，我不是别想他妈干主要啊！表哥，你不是一直想得到何以晴吗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要是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把何以晴让给你。我跟陈耀可是立了字据的，表哥。何以晴，为了你，我可是压上了整个陆氏集团。王少说他肚子不舒服，卢少是他的表哥，你也在帮他出气呢。我们卢少说到底就是当美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同意，我立马把这几个贱货甩了。臭婊子，从小到大比我漂亮，比我聪明，怎么现在连男人都要跟我抢？鉴表大会，我一定要让你现出原形！我还能相信了什么？哎，一杰，走，打游戏吧。哎呀，不说了吗？不要穿校服。你玩我呢？超级 AI 已提升至等级三，您获得新的 AI 技能 ，AI 自愈。臭婊子，你装什么装？肃静！我宣布，本次魔都鉴表大赛现在正式开始。本次大会分为鉴表和拍卖两个环节，如有必要呢，我们也会请到收藏者上台，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。陈耀，这次鉴表会我可为你准备了惊喜的大礼，等着瞧。那接下来，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款腕表上台。这第一款劳力士真货，价格不高，20万。省省吧，姓陈的，真把自己当鉴表专家了。一款劳力士经典腕表，鉴定为真，底价20万，现在开始起拍。小莹，有点眼力啊。哎呀，龙爷。这家伙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当真不得呀！连龙爷都不知道。如果说鼎盛国际控制的是魔都的地上世界，那么龙腾集团的龙爷就是魔都的地下皇帝啊！鼎盛国际做的是正经事，老总却从来不听的事。老朽我虽然是地下皇帝，就平平论，还是他姓何的钱你瞅。26万，30万，30万，还有人起价吗？30万一次，30万两次。卢少，人家喜欢那款劳力士，就买给人家嘛。50。卢少，你是钱多的没地方烧了吧？50万买一款二手劳力士，等着瞧吧。50万一次，50万两次，50万三次。恭喜卢少获得我们的劳力士手表。那下面让我们有请手表的原主一家上台。好，想不到我能把你亲生父亲找来吧？喂，陈波，台底下有人管你叫爸爸，你认识他吗？哪来的神经？我的孩子在这儿呢。这才几天你就不记得我了？哦，对了，
那个陈伯，你好像还有一个重病在床的妻子，你拿了这笔钱，你会去救他吗？那个黄连木，我的妻子只有一位，50万到手了，我们全家人要环球旅行，过神仙的日子了。救人在爸妈得病后你就下落不明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有了新家，那块劳力士分明是妈当年的嫁妆。卢少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这个玩弄人心的垃圾，我是很爽啊！我就喜欢你看我多爽，用我的药。小友，社会如此残酷，学会接受现实。主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小僧人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二款腕表，掌声有请。江诗丹顿，制作公允，不过是假的。小友，不会打眼吧？这换江诗丹顿，老朽我很中意啊。龙爷，哎，龙爷可是藏表。龙爷看好的东西怎么会看错呢？龙爷，您别听这个下流人说，刚才有个秘籍，是不是真的？来，我自己。一款造型华丽的僵尸丹顿，收藏者呢显然是拥有不俗的品味。鉴定结果，什么？卢少，你在操作鉴定结果是不是？打眼就是打眼，血口喷人干什么呀？在座的都是钟表界的名流，都知道操纵鉴定结果是什么。我卢氏是世家，会操纵这个？询问人数估价500万，请各位开始竞拍。我出1000万，这款僵尸丹顿，老身实在是喜欢。各位，承让，承让啊！既然龙爷都发话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啊，龙爷看上的好表，我们啊，只能忍痛割爱了。龙爷，真不能买啊！虽然这个表仿得好，但充其量就值100万，您花1000万买一块赝品，实在不值啊！如果各位没有什么异议，那我宣布这款僵尸丹顿由龙爷拍下。龙爷，好眼力，这表的升值空间极大，您买回去就相当于买回去一个珠宝盘啊。只是不知道这手表的原主人是谁。王少。王少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啊肯定不会怕陈瑶。王少，他不是肚子痛来不了吗？我表哥开的表见会，我想来就来。今天我想通了，老子就站这看着。您要是不想被打脸，赶紧滚！没想到我们这一块收藏家竟然也是同样经营钟表业的王少，相信也不会有假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第三位。等等。诸位。今天鉴表会似乎有人对鉴定结果不太满意，为了我卢氏钟表的名誉，咱们会请那些有异议的宾客上台亲自鉴表，如果是无理取闹呢，要以行价10倍的价格买，还得留下支持。哼，陈耀，你不是想当鉴表专家吗？老子让你鉴个够。直接多嘴是吧？要是我拿出了证据，你们卢氏可得从钟表行业扫地出。这我当然清楚，但是你还是想想清楚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三位名表，掌声有请。一款上年代的国产表，鉴定结果为假表。假的。确实是假表，卢少这次没少花样。很可惜，我们唯一一款国产表竟然是假表，但鉴于其手工精美，我们还是决定以5万元的价格起拍。10万。30万。卢少不是钱多吗？怎么报价了呀？这表就是卢少的。卢少，你不是跟我说会有大财主来买这个表吗？现在怎么出的就是些小钱？等等看。30万一次，30万两次。30万。5000万，我买下了。龙爷，这可是块假表，您居然……等等，机芯上居然有字，龙少秋，原来如此。
卢少的目标根本不是。卢少，5000万呢、啊？这表可以给我吧？龙爷居然花5000万买了块假表，我没听错吧？听说龙腾地产最近在走下滑路，看来龙爷真的不行了。龙爷呀、啊，龙爷，您真是老眼昏花了。国产表本就是垃圾，更何况还是块假表。国产表，口都不带，就是崇洋媚外的垃圾。龙爷，我姑且还称您为一龙爷，您早就不是那叱咤风云的地下皇帝了，您早就该把股份让给我。是啊，龙爷，人都有老的一天，是该去给让贤了。卢氏集团凭借钟表业异军突起，我看伤大任。老太婆，你直接把龙腾地产给我表就得了。卢少，你找到了这块表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是怎么样？我早就看够你们龙氏的脸了，在魔都，我卢冠成才是新的地下皇帝。龙爷，你花5000万买了块假表，你的脸都丢没了。哈哈。好一出逼宫大戏，卢少，我承认你有点脑子，但是不多。怎么，连龙爷都承认那是块假表，你能把它变成真的不成？不需要变，因为它就是真的。龙爷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块假表，是吧？谁呀？你知道什么叫默认吗？还没说过，真笑死我了。我看他不但不知道什么叫默认，他恐怕连真假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那块表拿到任何一个鉴定机构，它都是块假的。小影，不必为我出头，这块表是我的心结，即便搭上了龙腾地产，我也必须得到。龙爷，您重情重义，我只是不希望这份情义被别人利用。啊，说得好听，龙爷消费无度，这叫重情义。各位股东，要是龙爷不让出股份，我王氏钟表集团也退出龙腾地产。还请各位擦亮眼睛啊！这块表的确不是正常渠道流入市场，但是老表匠满怀匠心制作了这块表，从工艺上来说，这就是块真表。别编故事行吗，陈阳？别忘了无理取闹，你要把手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不就是鉴表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点。是，我是有超前。你是假表，陈瑶，你他妈疯了！你换回证据。不是假表，龙爷，石英表盖不砸开，他没法拆表。龙爷，这表可是您花了5000万买的，就这样眼看着被毁了。龙爷，你已经中了卢少的套，不如让我试一试。罢了，一切都是命。AI 能力已经恢复，我应该能做到不破坏基因结构。这便是重奖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龙少秋便是龙爷。都是年轻时的憾事。他年纪小小，却酷爱钟表。我想尽了所有的方法，私下为他制作了这块表。只可惜，他却无法再戴上了。诸位，龙爷根本不是年老昏聩，像这样有情有义的，难道不值得被大家追随吗？没想到龙爷年轻的时候还做过表匠，真是可悲可叹。为了女儿能做到这种地步，我相信一定不会辜负我们股东。我愿意去随龙爷。我也愿意。我也愿意。哦，好感人呀、啊，陈耀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？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么精密的机械表拆开了就无法复原，你证明它是真的又怎么样？它现在就是一堆破烂。哈哈。唉，除非表匠亲自组装，但是我年事已高，并做不了精细活。卢少这家。看准的也正是这点。龙爷，不要急，我是不会让你后悔相信我的。第一次用这个技能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记忆冲进脑子里。超级 AI 等级已提升，获得新的 AI 技能 AI 修复。主人，你获得了新的技能 AI 修复，能让你复原世上所有的东西。这么牛逼，难道系统升级的方法就是让隐形恢复记忆？
这我都没看清楚。我拆都不见得这么快啊。陈耀，不可能，这绝对是你故弄玄虚拼的。经过我们鉴表会的一致同意，这个表已经完全修复好，小友甚至还修复了一些原有。什么？刘海哲，我再给你一次重新再说的机会。再说一遍也是如此。小友，魔都最好的表匠修复这个表也需要5天，而您只需要连5分钟都不到，实在是不世出的天才，老朽愿拜您为师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刘海哲，你难道忘了我们？清醒！拿走你的臭钱，我早就收购了你们的弄虚作假。刘海德，你血口喷人！你各位，别听他话，他已经疯了的。弄虚作假？难道之前的鉴定报告全是假的？如果是真的，卢氏集团操纵鉴表结果，今夜过后将受到整个魔都钟表业的抵制。血口喷人！我可有你送来的证据。我给你们送的证据，龙爷，拿出来吧。小友不简单呢，这都能被你看出来。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感觉脑子不够用啊？废物，赶紧给我滚！你，行，这块僵尸丹顿就是假的。龙爷啊，是为了试一下我的眼力。小友年纪轻轻，我们精神，老朽佩服。哎。我这才第二层，你也才是在大气层。老朽早有耳闻，龙氏集团究竟股东想逼迫我退出龙腾地产的股份，刘少，老朽今天这出苦肉计都是为了你这条大鱼呀、啊！王爷，我就是鬼迷心窍了吗？你不能把我赶出龙腾地产。龙氏集团操纵鉴表，阴天股市就会大跌。不用我怀疑，龙氏集团已经宣告破产了。龙姐，都是卢少这个贱种撺掇我们。我们要是离了龙腾地产，不得喝西北风啊！求龙爷开恩！求龙爷开恩！这就不行了，卢少，别忘了，咱们还有一块钱。听说你给王少鉴表，这次做了假的。陈耀，我已经不会有一天好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哎。一码归一码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们来场公平对决，怎么这就认输了？我的是假的，满意了吗？不满意。我跟王硕可是签了字据的，作为他担保人，你得花10倍的价格买下我这块百达翡丽才行。这里面有一个亿，真贵，远远不够。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，这块表价格2亿。你得花20亿。陈英，你他妈狮子大张口啊你！20亿，你他妈不是假啊你！一夜之间，魔都销售了卢氏和王氏两个钟表巨头，大量资金外流，2亿，到时候4亿都有可能。行，就算你说的是这样，这个表得专家估，你空口白牙的，你拿什么证据？我有没有资格给陈先生做命？萧默，我他妈追你那么久，这个时候你来帮这个废物说话了？你回答的萧总经理啊，他可是魔都最权威的金融咨询师了。岂止是权威，他给的价值评估甚至可以作为法律参考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查过你的账户，你终日荒淫无度，账户里早就没有20亿留着你。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将龙腾地产的全部股份交给陈耀，否则你将再承受10倍违约责任。最终一无所有。刚才真是谢谢你了。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我是来履行张行长交给我的任务。张行长还是老样子啊。行了，你肯定猜到我的来意，你来鉴表会就是为了处理掉手表的窃听器流，识时务者为俊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行长，我不明白，我要带雨晴回家了。要不是小莫提醒，差点让你蒙混过去。陈耀，超级 AI 在你身上是不是？陈耀，超级 AI 是我们鼎盛国际的最高级，连我们老总都没有。既然你被选中成为共生体，请轻易放你离开。
我只是莫名其妙的被 AI 赋予了能力。至于以晴，我都不知道她算不算真人。我们以晴大小姐的灵魂与 AI 结合，死而复生当然是人。至于你，我们还不清楚 AI 会赋予你什么能力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进一步研究？要给我开膛破肚吗？这个嘛，我们有权保留一切，以研究为目的的手段，请陈先生理解。那还不是要我死？理解个毛啊！多谢龙爷大救。小友，龙爷我平生最讲情义二字，你既然有恩于我，我又岂能见死不救？张成，这一下龙爷我照。龙爷，我劝你不要插手我们鼎盛国际的事情。插手？这小子刚刚得到了我们龙通地产20%的股份，已经是除龙氏之外最大的。他的事，老师肯定要管。说你。给陈耀估价估少点不行？属下直接命犯了，实在抱歉。怎么，张成，鼎盛国际要跟我们龙腾地产直接开战吗？保镖何在？在。罢了，龙疯子，怕了你。我们走。龙爷为了救我，不惜和鼎盛国际敌对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小友，你在鉴表会上不惜压上一只手，不就是为了让龙爷欠你的人情？龙爷，我喜欢。以后龙腾地产的事情还要仰赖小友多出主意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是怎么招惹到鼎盛国际的？他何以胜不是斤斤计较的。这个说来话长，但是龙爷你要相信，知道是一个秘密，对你有任何好处。你说你非要跟着我，看起来有那么像坏人吗？小姐只是暂时不想回家，我必须严格保护她的安全，免得你心怀不轨。好好，我睡沙发，你和雨晴去屋里睡一觉吗？谁？雨晴啊，别闹了。果然欺负了雨晴小姐，老娘玩不了了。刚准备去找主人来着，还好晚了一步。耗费一夜暴富啊！小小的一块表，竟然卖了20亿。什么表这么值钱？就是在昨天的鉴表会上啊，有个年轻人的百达翡丽。卖上了20亿，你看咱这个表，它不也是跑这儿了吗？怎么连200也卖不出去呀、啊？得了吧你！我记得王少也有一块什么翡丽，该不会就是他的吧？对对对，我也见过，没想到他一夜之间又赚了20亿，这下我们真的攀上摇钱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那还不是老娘我拿的主意，现在呀，就等着雨晴破门到王上，不知道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这么久不见也不知道打声招呼。阿姨、伯父，你们答应王上的婚约不是我雨晴意下。臭小子，竟敢教训老娘！何雨晴，你这么久不来看也就算了。怎么还拉个野男人来教训你妈？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？雨晴失踪这么久，要是遭遇不测，坟头草都两丈高了，你们关心过她吗？失踪？她是出去跟野男人鬼混，现在倒好，都扭回家里来了。我看呐，她天生就是个狐妹子。什么？啊，我她失踪的那段时间到哪儿去了？主人，我不想待在这里。你放心，一定能拿手。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，这是一份断绝关系的协议，只要你们在上面签字，以晴就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臭小子，你想拐走我女儿吗？你从未尽过抚养义务，以晴也不欠你们什么。干什么？以为把协议撕了就行了是吧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以晴大学时候的穷鬼男友，我劝你赶紧跟我女儿分手。何以晴，王少的聘礼我已经收了，现在想脱离关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，跟我来！你要干什么？闹够了没有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那个什么王少，他们家已经破产了。
怎么可能？我们刚看新闻上说，网上又赚了20亿。何以晴，让你的男朋友把故事编远点。王家是做钟表的，怎么可能破产？是不是真的？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嘿嘿，王少，昨天的电表会邀请的都是富豪，你们王家参加了吗？那当然，能参加电表大会的都是魔都顶级富豪，怎么少得了我们钟表王家呀？王少，我还听说昨天的电表会上有块百大翡丽卖了20亿，那是不是你的呀？嗯，这……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是吗？当然是。那块百达翡丽全球独一，怎么能不是我的？那不是我的是谁的？哼，臭小子，骗局被拆穿了吧？还好意思笑出声来？谁在那里啊？王少，是以琴和你大学时候的同学，正好你把他赶走，省得他以后啊来骚扰我女儿。哟，这不是王少吗？我记得你还在去我候审呢。怎么又出来装逼了？耀哥，我跟你说过我会来隐形家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要是让我开心了，兴许能让你少还个1800万。哎，王少，你怎么能叫这个臭屌丝耀哥呢？你他妈怎么跟耀哥说话呢？我跟隐形的婚约取消了，你他妈也快点把彩礼还给我。王少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可别太得意。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让王少取消了婚约，但是他何以晴只要一天是我的女儿，就一世是我的女儿。他走到哪儿，我都要跟着他。你一定是用武力威胁了王少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吃那一套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啊，说个数。好大的口气！就你这个穷酸样。连我们家的厕所你都买不起吧？小伙子，劝你脚踏实地，不要学人装逼。你想用钱买通我，够格吗你？我不是想要钱收买你，我是想让以晴离开这个让人作呕的家。说个数吧。臭小子，不是说我瞧不起你，我想要市中心的汤房一品的别墅，你也能拿得出来吗？拿不出来就赶紧给我滚。我是想说，如果我给你们房子，你们能立刻和以晴断绝关系吗？你只要房子我们满意，这个浪皮子就归你。好啊，那就签个合同吧，承诺房子到手之后你们立刻和以晴断绝关系。臭小子，你以为我们傻呀？现在连房子他妈连个影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可能会签字？好，现在就看房。以晴，你们走。主人，虽然我不理解，但是你真的要给继父他们买房？现在我有钱了，想要给你一个家，但是你继父他们贪得无厌，我不会轻易让他们得逞的。关于你的生父，想起什么来了吗？还是很模糊，只是隐约的记得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，妈妈带着我跟了现在的继父，其他的都不记得了。妈妈来了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如花似玉的好妹妹吗？陈耀，你还敢骚扰她？何以晴，你说选靠山怎么也不选个有钱的，选这么个穷屌丝？哎，我可是还等着你的彩礼钱给我买房呢。别理他，我们走。来了，这可是汤王一品的楼王，全魔都最豪华的顶级别墅。嘿，要不说你们优惠还挺会选地方，怎么？还是有钱人的地方舒服吗？好妹妹，说啊，要不然把他甩了跟我吧，咱俩也没血缘关系，偷偷来不会有人知道。成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以晴的继兄，我就弄死你。哎呀，开个玩笑嘛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还有，这儿啊，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，赶紧滚，要不然我叫保安了。真是不可理喻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老子是来买房的。咱先不说这两栋楼王嘛，
光是外面这些别墅区，随随便便都有几千万。你呀，还买房？你先把自己棺材板买。哎，这样，咱俩打个赌吧。好，赌什么呀？要是你小子敢骗我，就把我的好妹妹还我。你呀，拿两块脑袋。吵吵什么？大白天的。刘成，你公司是不想要我是吧？经理，这小子说要买咱汤王一品的房，我看呢像是来扫厕所。先生，咱们这儿的楼王呢不对公众开放的，您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请回吧。经理，你们这儿两栋最顶级的楼王，我陈耀全要了。天哪！两栋顶级楼王加起来超过十亿，先生，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的顶级生蚝。那就带我去看房子吧。您这边请。哎，耀哥，耀哥，哎，是我远远不是泰山。那个，你现在咱俩发财，带上弟弟我呗。再敢动你行侠试试，我不打。陈耀，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唐王一品的楼王不是你有钱就买得到的。哎呦，我这脑子。先生真不好意思，咱们这两栋楼王呢已经被人给预定了。什么人？是龙腾地产的龙爷，他老人家说要预定，我们也不敢不给是吧？既然是龙爷看好的房子，那就算了吧，我去别处溜溜。哎，这唐王一品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。经理，这个人我最了解，他刚才给你那张卡肯定是为了装逼的。先生，我想我们有必要验一下您的资产。龟儿子，陈耀是不是去汤王一品买房了？好好，我明白了。没想到这个臭屌丝真是来买房，我得留住他。喂，陈耀，告诉你，想得到我妹妹，必须要汤臣一品的楼王，其他的房子老子不认。到我家试试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你不要问我妹妹，老子还没找你算账。刚才你也听到，房子被预定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我管不着。买不着也行，那你就按照房子原价折给我钱，要不啊，咱俩没完。好啊，主任，你直接给他，他肯定会赖账的。不行，协议里没有这一条，到时候再让你们钻空子。不给钱也行，那我这好妹妹就一辈子是我们刘家的人，是生是死啊，都是我的。喂，龙爷吗？我是陈耀，我想要购买你手底下两套汤王一品楼王。喂，龙爷吗？我是陈耀，我想要购买你手底下两套汤王一品的。是陈小友啊？哎呦，若是你想要，别说是买，送的可以。上次才让龙爷救了你，这样的大礼实在受不起。上次的事情咱俩已经两清了，你不是在见表会上也帮过我？那这样，这一次就算小友欠老朽一个人情了。以后要是需要小友帮忙的话，万万不能推辞啊！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先谢过龙爷了。哎，说谢就见外了，房子会直接过户到你名下，到时候您包入住就可以了。好。龙爷，没事吧？看来是真老了，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龙爷，那汤王一品的两个楼王价值可高达数十亿啊，您就这样拱手送人，未免有些……当天你不在线上，不知厉害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遍寻长生之法，进展如何了？哈，已经试了很多药，但是未见成效。最近倒是听说鼎盛国际的 AI 技术，倒是可以助人延年益寿。鼎盛国际。我靠，这个陈耀真能打通龙爷的电话。经理，房子过两天就可以过户到我们家，随时可查。还有你，希望你言而有信。您这边请。嘿，我在这儿呢。找到你喽。
闹了。主人，小精灵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你会喜欢上萧姐姐吗？哎，这股醋劲儿倒是和他一模。宝贝儿，雨婷，雨婷，嘿，爸爸，我在这儿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说你趴这，哎呦，哎呦，长大了，爸爸都抱不动喽。你天天就知道工作，工作，你只有工作，你想不想我的感受？不讲理，我不都是为了家吗？为了这个家，谁知道你天天在外面干什么？雨婷，雨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小的时候，也是在这样的豪宅里面。超级 AI 已提升至等级三，您获得新的 AI 技能 ——AI 自愈。AI 自愈，这有什么不行？主人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这个技能。这就是魔都最牛逼的顶级的豪宅呀，全他妈是金的！哈，要说陈耀这小子还真是个咸鱼翻了。哎呦，老子怎么没这样的钱？白马，那不说话。算了，为了这个大房子，我就全当没生那个赔钱货。白马，我怎么便宜了陈耀那小子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和那个臭屌丝签过合同的。妈，我有办法让那个臭屌丝再出出血的。龟儿子还神秘兮兮的，还不快点上！你们知不知道那个臭屌丝为什么突然这么火？那是沾了龙爷的光。龙爷？是不是那个魔都地下的皇帝？是啊，我可是亲耳所闻，在魔都只要认识龙爷，那可是有花不完的钱，哎，就连这栋房子，那都是龙爷送给陈耀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让他再出出血嘛。说好了今天签字，要是你们不和雨欣断绝关系，这房子给不了你。陈耀啊，你以前啊和雨欣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认得你，不说两家话。现在说一家人，晚了。陈耀，你别这么不识抬举。告诉我们都知道，在龙岩手底，现在就想给我们一套房子就完事儿，没门！你们这是出尔反尔，贪得无厌。出尔反尔怎么？为什么打我呀？有本事就打死我！社会无能狂，废物。你到底要多少？说准数。哎呀，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了。我要一百亿，你能拿得出来吗？一百亿，刘成，你他妈疯了吧？连一百亿都拿不出来，你还在这装假大款？你是怎么把一百亿说的跟一百块钱这么简单的？廖卡，你说你跟我妹那么好，哎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这车房彩礼都没准备，要不怎么说也给我买辆车呀？就知道你这样，没门儿！哎呀，我不活了！你们要是再无理取闹，鬼子二引擎远走高飞！臭小子，你他妈敢！你要是敢带引擎走，我就到法院去告他不尽赡养义务，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他！不是，今夜过后，咱就得从豪宅搬到首都凑进去了。那你等我陈耀吧！那个陈耀被龙爷罩着，咱找不到机会下手啊。再精密的防守也会出错误，咱们可以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啊。是吧，皇上？哎，怎么闹成这样？哎，陈耀，你说你也是，你小心点，就买辆车就什么都好商量了。好，
我的忍耐是有限度，要是你们再做李喜家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哎，好说好说。明明市区就有好几家 4S 店，为什么非要选这么偏僻的地方？这家老板我认识啊，能给我打折。兄弟，我多为你考虑。我可提醒你了，到时候交了定金就要把字签了，然后我才说。妈，开那车。主任，咱们去选车吧。好。妈，这车不错呀。哎呦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主任，这个好看。我们就选这辆。经理，我们订车。这款车可是我们现在最有性价比的宝马，红的像猴屁股似的，真看不出有什么好。妈，他们这乡巴佬没眼光，看我选的那才叫好看呢。这才配得上我儿子的身份，一看就值钱。是啊，来的像灵车一样，当然值钱。经理，我们就选那车。你可太有眼光了。哎，明明是我们先选的。一个破车选什么选，一看就是穷鬼乡巴佬。少爷，这可是咱们最新款的玛莎拉蒂。哎呀，这就有钱人的感觉吧，爽。哎呦，拿过来，我把钱付了，快点。三，失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里面明明有钱呀。没钱装什么大款，什么德行！你这人，你的银行卡每天都是有限额的。你刚得了龙腾地产20%的股份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怎么，看起我这么不开心啊？这不是帝豪银行的宣吗？哎，什么事儿你大驾光临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是不是跟踪我？少自作多情了。我们家小姐那么单纯，我怕她被你拐跑。我看着就这么像坏人吗？行了，你不是搞金融的吗？你快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限额的问题。规矩是人家定的，我管不了。啊，你过来干嘛？哪凉快哪待着去。你确定要赶我走吗？这是那张10亿的帝豪黑金卡。这张卡里有10亿啊。怎么又不赶我走了？这张卡原本是要给小姐的，姑且交给你保管吧。这个不会限额吧？咱们帝豪银行是全魔都最顶级的银行，没有那种规矩。放心用吧，把字签了，以后雨晴再无挂虑。妈，你就放心签吧，儿子自有办法。王正，谁呀？这就想走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主客，出来吧。哎呀，我就说你这种垃圾能认识龙爷，要不是龙少提早联系我，还真被你装到。陈耀，可算是让我逮着了吧？没想到吧？这个 4S 店也是龙氏集团的产品，拿了我一切的垃圾，这笔账得拿你的命来还。杀了我又怎么样？你依然有罪。杀了你，龙城地产群龙无首。到时候就只能交给卢少来解决，到时候卢少再把股份买回来不就行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。两个小美人，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们过去。主任，你找保护，我是 AI 小舅妈，难道你忘了？雨晴，雨晴，进。雨晴，你怎么会出血呢？主人让小精灵变成了真正的人类，小精灵觉得好开心。雨晴，雨晴，呀！乔子来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撤吧。妈的，撤！为什么？陈耀，
你怎么又回到这里？雨晴呢？何以晴已经不能再进入 AI 空间了。为什么？何以晴的记忆已经全部恢复，从 AI 彻底变成了人，也就失去了 AI 能力。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 AI 小精灵到底是不是以晴。何以晴临终前的愿望救活了你，同样你的愿望也救活了以晴。不过以晴还是为你解锁了超级 AI 的全部能力。全部能力到底是哪些能力？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啊？去吧，用以晴留给你的能力夺回你失去的东西。陈耀，你醒了，医生说你恢复的极快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。以晴呢？他有没有事？他没事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你倒是说啊！是我亲你的，小姐喝了一杯酒之后，行长带人来了医院。他说你保护小姐不利，把小姐带走了。什么？最近，鼎盛集团和龙腾地产在商业上的竞争越来越频繁，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便是为了选出新的话事人，应对危机。陈教授，还不是咱们新任的最大股东吗？第一次跟。知道，据说他是龙家的贵人，我看就是靠关系走后门热水，没什么真才实干。我看把卢氏集团交给陈耀，股东们颇为不满，这样会威胁到龙家的地位。这卢氏集团交给陈耀，真是笑话，不如还是把卢少请回来吧。久等了，各位。我卢万成又回来了。卢少，你的卢氏集团不是已经归陈耀了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拿水。卢少，根据董事会决定，您的权力已经全部交给陈先生。如果我是说您，那姓陈的要是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你是说陈先生已经死了？陈氏小人，都是老师有疏于保护，害死小人。既然陈耀已死，那不如把股东之位还给卢少。我赞成，卢家在龙腾地产根基深厚，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呢？可是卢少已经跟陈耀签订协议，即使陈先生死了，也是应该让陈先生的继承人交到。狗屁的继承人！那个底层人除了一个快死的老妈子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在座的各位是想让这种人当股东？卢百成，你的嘴巴给我放尊重点！我也是一介老朽，难道不配执掌龙腾集团吗？呀呀呀！我可没说这种话。不过确实，建表大会我对龙业你有些不敬，但是老话说得好，无坚不摧的事。倒是老爷应该不会弃商会发展于不顾，公报私仇吧？你，龙爷，您明目张胆袒露真相，在座的诸位都是看在眼里，不记得起。你是在挑衅我吗？龙爷，我看不如这股权啊，还是交给卢少代理。这最大股权，我们没有话事人啊。有理。卢家经营珍宝业多年，假以时日，再买回股权不就行了？我不同意。我卢曼成今天代替陈耀行使股东权益，你们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反对。陈耀，你真他妈是个蟑螂啊！你他妈怎么没死了呀你？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陈孝友死了吗？要是没有超级 AI 的自愈能力，我确实是没有自杀。不过在我夺回这一切之前，
我是不会轻易闭眼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亲自把刀捅进去的。我他妈放不了。不是，我和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非要以死相逼呢？你是全还给我，然后滚出魔都，要不留在魔都，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秦佑，哎，你老等着。这就是以星流给我的新能力吗？我好像瞬间精通了天下所有武学。这个男人既勇敢又智谋，还如此重情重义，关键是他打人的样子好帅啊！我这怎么了？救命啊！这卢少虽与老朽有些过气，但是死者伟大，让人不得不佩。既然卢少已死，那股权就以为言还给程家。这个陈耀逼死卢少。于此门口为非作歹，看看吧。哎呦，陈小友，嫉恶如仇，少年英雄的，痛快，痛快！你糊涂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个陈耀目前是我们龙腾集团的最大股东，他这一套马上蒸发了我们龙腾集团5%的股值。这卢少的死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。陈小友虽然快意恩仇，但是对公司的发展还是很有影响。不就是钱吗？我陈耀立人做事，立人当。虽然龙腾地产不值钱，但是这5%的股权换算下来是100亿。这个陈耀年轻气盛，闯了祸还得我们替他擦屁股。真是岂有此理，没给集团挣一分钱不说，我们还得倒贴。你们集团发展本就是共担风险，这不是你们指责陈耀的理由。不必大家替我擦屁股，这100亿的窟窿我陈耀只有一个人。你说什么？好啊好啊，林先生，可以可以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只要肯出让10%的股份，你这100亿的窟窿我孙家。要是我说不，那钱先生，你就要在1个月之内把这100亿的窟窿补齐了，不然的话，在集团的那20%股份也要全部打水漂。龙爷，龙爷千万不信，收回。别装了，龙爷，你根本就没事。小友，你这眼睛还是一如既往的毒啊！师爷，你都没看出来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股东大会上，你本不必独自承担集团的损失，但为何却要应下1个月之内补偿5%的承诺呢？龙爷，我不想让出股份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治伤。好，老许我膝下无子，确实打算把龙腾地产交给你打理。龙爷，你有21%的股份，就算加上我，也没有超过你。所以，为了让股东们认可我，我必须大量收购股份。孙永恒一直想与卢家结亲，他的女儿就是你恨之入。段家也掌握着公司19%的股份，是你最大的竞争者。龙爷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简直以假乱真！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是个绘画天才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其实这是以前留给我的 AI 能力。你听说过 AI 绘画吧？以超级 AI 的算力，我甚至可以画出一幅全新的画像。你想控制龙腾地产，都是为了何以晴？如果不能和鼎盛国际分庭抗礼的话，贺以盛压根不会看我一眼，更别提让我见以晴了。你回去吧，剩下的路我自己走。陈耀。你现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跟行长回鼎盛国际，难道还不能表明我的心意吗？我会陪在你身边，帮你找到叶青。不要！你他妈还敢来？月月做了股东就可以升级变凤凰，你还背着200亿的债？
原来孙永恒是你爹啊！他害得我的两个侄子都入了大狱。陈耀，你可知己甚见，忌天慎重。让我猜猜，化景城和化景瑜，那是他们私做私售。你用不着跟这种人多说废话，估计啊，他连化宅的门都进不去。 先生，今天邀请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带邀请函。来这种上流场所是需要邀请函的。陈耀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先生，您没有邀请函的话，是不能进入展厅的。那咱们快点啊，用邀请函就滚啊！嗯，你看这个可以。你拿上破纸就来冒充邀请函？陈耀，你要是能进来，我就给你跪下唱征服。这是策展人的亲笔信。 这是策展人的亲笔信，没想到您居然有话参展，快请进。唱吧，需要伴奏吗？你，陈耀，你别得意，进来了就怎么样？还不是个走后门的废物，没什么真才实学。小飞，我上次跟你讲段少，他这次也来参加画展了，他可是魔都百年不遇的天才。 人称达芬奇转世，我说你们这些人啊，能不能有点名门自信，让外国人过？你懂个屁呀！让你这种人多看一眼，不是对段少的侮辱。怎样？来。七爷，七爷，此话无私人间之物，不知何人所作？这就是你拜托龙院展出的画，人不成，打算卖画抵债？只有一个月。 时间不够，其实。我也来看看，你怎么跟这种塑料似的？段少的画呀，这边。怎么样？就这幅画呀，不是在拍摄额卖到了1000万的高价？花团锦簇，才华横溢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鬼眼大师，眼神还是这么犀利呀、啊！哎，墨儿，你还真是口贤体正直，还是来了。啥事都。 段少呀，你一定能拿这次画展的第一新人。夫，依老夫所见，这次画展的第一新人另有其人。还有一个老鬼，竟然说段少拿不了第一新人。哎，不得不让师傅里，他比国内最具权威的美术鉴赏家。飞儿，既然你说另有其人，可否请出来一见呢？这个人我也不认识，但是我知道这次画展。 他有画作怎样？<笑>原来是个无名小卒啊！我倒要见识见识，他哪一点比我强？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新人呢、啊！什么第一新人？不过师傅连标价都没有的破画，鬼眼大师真的相中你的画。墨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？ 这幅画真是这个穷酸屌丝画的？段少，当舔狗就当舔狗，狗眼看人低是什么意思？喂，你貌合画家，段少说你两个怎么了？陈耀，我承认你趋炎附势也没错，可是这艺术是需要真才实学的，我劝你啊，别在这儿装逼。小友，这幅画真是你做的？这是随手画好吧？嘿，你还真能装逼呀、啊！大师，我不信，此画。 真是此人所作，我要求现场比试。哼，真是这个陈耀做的又怎样？我一手素画绝技，无人能及，保证让项墨对我是欲罢不能。好，怎么比？限时30分钟，咱俩现场破画，做的差的做不出的都算输。要是我输了，我当场把画吃了。你要是输了嗎？ 以后就不允许再骚扰项墨。若陈耀输了，便答应你的婚约。放心吧，我相信你。段少，不见女人有什么好？别说了，走去比试。段少，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真的要跟我比少他妈废话，让你见识一下本少的素画绝技？陈耀，段少虽是个左侧主。 但是有些本事，我可不要钱。放心吧，以前的手机不见了。
AI 绘画能力只有手机在身上才能发动，这下糟了。你赶快和小张，这边我帮你弄。哎，陈耀，你怎么还连声脱逃了呀？把他给我围住了！段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他妈想去拿现成的是不是？当我傻？段少，我给你保证，我回来就接着画。谁他妈信你呀？所有的保安都是我的人，今天就是插翅也逃！给我打！没时间了，起身了。还他妈装逼，一个打十个，那是叶问呢？不是叶问。陈真，陈耀，没时间了。一群废物，滚出去！陈耀，你跑了又怎么样？老子这儿要赢你！短短20分钟成画，段少，你这一手速画绝技果然了得呀！姐，你的情郎呢？不会觉得为你装逼不值，会送公书？好，小莫，陈耀就算回来，5分钟也做不了画，他输了，应该还是跟我吧。本来啊，我对他有所期待，现在看来也是沽名钓誉者。如眼大师现在下手了，有点没时间搞了。陈耀，我就知道你可以来的。陈耀，还有5分钟，就算有60手也来不及了。好，好，你肯回来认输，也算是勇气可嘉了。这么的吧，我和莫尔结婚，允许你来喝喜酒。段少，你也别高兴太早。今天就让你看一下什么叫泼墨山水。这寥寥数笔，画意跃然纸上。哎呀，谁他妈犯我？正好这里再画一个小鸡啄米。国画本来就简单，这是取巧。非也，国画讲究写意，对画工要求极高。这泼墨山水气势宏伟。小友，你卖不卖？我出1000万。老眼昏花，我让大家评评理。各位，大家看我这幅画值多少啊？段少人物哪是那些土包子的呢？我觉得值10万。哎，这可是段少的大作，怎么也值20万？值50万。嗯，有眼光。我们京海美术馆出价1亿。客人亲自请罪，有失远迎啊！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晚生这幅，魏延呐，你真是老滑头了。这幅极品泼墨山水，1000万就想拿走，还是骗不了你龙华图啊！哪来的老狗？你说1亿就值1亿啊？好，龙老乃是最顶级的，放眼全国也只有4亿。居然是龙王，他不是归隐山林了吗？这叫龙王，你真是龙老。龙老，刚才是我眼拙，您再看看我这一幅。你是陈耀吧？听龙爷之前提起过，不过这画可不能用股份换。龙爷，我需要您的帮助。你是想收购股份？我劝你放弃，集团现在大部分的股东都支持卢少，现在的关键就是我弟弟龙华图，他手上握有龙腾地产10%的股份。那不正好？我这个弟弟他早已归隐山林，只好收集珍稀字画，就连我想要他的股份他都不肯卖。您若想拿到他手上10%的股份，除非拿出唐伯虎的春树秋香。龙爷说的哪里话，您要是喜欢这幅画送给就行。泼墨山水又怎么样？这幅画面前都是渣渣。各位，
这幅便是失传已久的国宝中的国宝，唐伯虎的参树秋香图。真的是参树秋香图？这种极品，就连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啊。陆爷，你怎么看？这的确是唐伯虎的真迹。连古远大师都这么说。段少，你这从哪里弄来的？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是在做梦吗？竟然能亲眼见到这幅画。这么牛，让我们天眼看看试试。这幅画不比陈耀的垃圾强上百倍。这幅真迹千金难求。段少，只要你肯将这幅图卖给我们京海美术馆，什么条件我答应你啊。诚如龙老所说，这种真迹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啊。不过龙老肯将龙腾地产15%卖给万生，这幅画赠与龙老啦。段家掌握了19%的股份，只要龙老的股份归了我，龙腾集团就是我们段家的天下了。龙老，段少的条件可是相当的有诚意啊！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。龙老，把段少的孙女龙头都是你，还付出的旧房图世上无双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龙老，明明是我们。你们啊，都被段少给骗了，因为这就是20块钱地摊货。陈耀，古远大师刚鉴定过，应该不会有错。陈耀，你在质疑这么多权威专家的结论吗？小友，你虽有些才华，但也不该恃才傲物、目中无人吧？这条贱狗就是见不得段少好，保安把他轰出去。亏了龙爷还替你说过好话。陈小友，你说这是地摊货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哎，怎么，不是让我拿证据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们找出什么证据。陈耀，死对我的话我跟你拼了。秋香图一回，再无唐寅的真迹了。陈耀，没有想到你的贫穷如此狭隘。你这是做了什么呀？大家先别急，这幅春日秋香多少钱？我们买下就是了。回来，是不是要毁坏国宝？最少是要做10年大牢。这可是真迹啊，做什么毁了？一定要严惩。论耗子哪够，直接枪毙。陈阳，我们到底怎么办呀？大家先不要着急，真正的国宝并没有毁坏，因为在下正是唐伯虎转世。陈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要是唐伯虎转世，那我就是秦始皇。陈阳，你要是再点化我，一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跟他们说笑话。都不信是吧？好啊，取文康司马来。好，好啊，挥墨潇洒，真有唐寅之风。诸位，这才是真正的参树秋香图。陈耀，拿我们当傻逼是吧？你现场在这作画，说这个是唐伯虎真迹。我都说了我是唐伯虎转世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两位大师，让他们鉴定一下不就好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真的是树秋香图，一笔一划，丝毫不差呀！这简直跟照片就是一样的！你他妈开锅！转世这种事情怎么可能？一派胡言！你不信我就算了，龙老可是准备要买你画的，你还不相信吗？就算你叫来警察，那分得清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吗？段少，段少，你怎么了？段少，这幅画
是我贷款50个亿买的。你全完了。这画是我撕的，没错。这样，走个顺水人情。这些碎片呀，5000块，我买吧。怎么侮辱我？怎么侮辱我？你真的是逃火转世，快快签名吧。哎，你的电影老好看了，好像是周星驰演的。低调低调哈。怎么样啊，龙老？一幅春树秋香图，换你10%的股份，不亏吧？不亏不亏，唐伯虎转世亲自为我作画，这事我能吹一辈子呀。奇怪呀，怎么会有2幅真迹？为什么要捡碎片呢？怎么，龙老有一幅还不够吗？这是5000块钱买的，带回家那是可以的吧？你把段成的画给撕了，是为了让我和鬼爷无法辨识真假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。5000块钱买了一幅真迹，还在众人面前当作是唐人的转世，有胆识，可真是龙爷赏识的人才啊。龙老打算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我和鬼爷将那个画看的是分明，怎会有假？你当众戏弄老夫，想这么轻易的离开吗？龙老若真是想为难我，就不会答应给我股份了。聪明，刚才啊都是虚张声势，其实老夫啊是有求于你的。老龙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友这妙手绝技若是能帮我复原古代字画的话，岂不是美事一桩？这样，一幅画5个亿，小友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好，那我就答应给你复原20亿，100亿对我来说。你现在有了100亿，已经足够填补股值的亏损。你真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停课啊？你去一趟证券交易所，而我也是时候回回张行堂。不可能啊，这是帝都钟表世家卢少亲自开的支票啊，价值50万，拍卖会上所有人都盯着了。不好意思先生，您给的这个账户确实是销户了，您的资金无法提取。陈伯，你还打不打算带咱们去旅游了？我可是争了你的种。哎呀，去怎么能不去呢？这样，你仔细查一下好不好？虽说那黄脸婆只给我留下这块表，但是这确实价值50万，也不能打水漂了呀。先生，这50万您怎么来的，我并不清楚。但是您给的账户确实已经不存在了。怎么叫做不存在？白纸黑字写着呢。不用再查了，无效已经取。这张支票就是张废纸。这张支票就是张废纸。所有银行卡都消了费，你们取不出来一分钱。金耀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可跟你说啊，现在你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。这就是你和田曦的废物儿子？哼，果然呐，瞧他那副倒霉的模样。行了，别指桑骂槐，我没这个儿子。金耀，我跟你说，既然那块劳力士呢是你妈的嫁妆，价值50万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钱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别打这个钱的主意。犯不上，都怪我妈当初瞎了眼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吴少，你死了。难不成前段时间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豪门丑闻，说的就是吴少？不应该呀、啊！就算吴少死了，他家大业大的，难道连这50万都拿不出来？哎，他还真拿不出来。吴少的所有产业都在我。换句话说，卢少啊，现在一无所有。什么？你说卢少的产业都归了你？吹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人家凭什么轮这个屌丝？就凭你会吹啊？这你们就不用知道了，人走太嚣。反正啊，我们是一分钱也别想拿出来。不可能啊！难道头条上说的都是真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新闻上说，卢少欠债。被债主逼得试图跳楼了，据说那个债主还非常年轻，难道说的就是你？我可没有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这么说，你现在是亿万富翁了？爸不，儿子，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爹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他说什么你就信啊？啊！不，他陈耀就是个骗子。没错，你还说你不会功夫，那家伙把我揍了。3天下不来，
你骗我要风，看你只有钱不还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陈耀真的是吴少的债主？不是他，那是谁的？这么说，陈耀真的是有钱人了？我的天呀！不过他也不能算是有钱人，那是让他背着100亿的债呀！我说你小子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大喘气啊？陈国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，这小子身上100亿的债，那都是别赖我妹妹你碰我。爸，看在父子一场的情分上，我再提醒你。年轻的时候你出过车祸，下山又有急，我妈呀后来就一直怀不上，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星期就有。臭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爸，魔都医院可以做亲子鉴定，我建议你啊去一下，严禁一次。臭小子，老娘撕了你的头子呀！啊，你没鬼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好，我做亲子鉴定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娼妇还有什么事瞒着我。真是一场精彩的人伦大戏。来，这下你开心了吧？在我没发火之前，你最好从我这里消失。你说你还这么嚣张？现在啊，可不止你一个人身价过亿，还有我七名之上。满满一整箱，哪怕粗略估计也有10个亿了。怎么样，现在可不止你一个有钱人，小爷我也是有头有脸的。你想通了，终于去抢银行了。你就别以为只有你会碰到这儿。哦，找大叔谈娘了。哟，这是找着大树了。柴斯洛尔刘家族听说没有，那是漂亮国的老资本，就算是咱们的鼎盛国际，背后也是靠他们在支持。原来不是靠上大树，是当上牧羊犬。等柴斯家族全面入侵魔都经济，就算是你们龙腾地产和鼎盛国际，全都是为我打工的。客户要办你什么业务？你这个小丫头片真没有礼貌。等我把你们帝豪银行给盘下来，立刻开除。求求你千万别开除我，我还有房贷要还呢。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吗？爽！把你们行长叫出来，让他亲自给小叶服务。快点啊，要不你就工作了。喂，莫姐吗？咱们行今天来了一个大客户，说是要存10个亿，想让咱们行长亲自接待。肖总经理今天不在，我先跟行长沟通一下。刘叔，打个赌怎么样？行长绝对不会亲自接待的。哎呀，风水轮流转，你也犯不上眼红吧？一句话，赌赌，你赢了的话，我就把龙腾地产20%的股份全给你；你要是输了的话，就要把我的车子、房子通还我。我已经相当照顾你了，这个条件可以了吧？龙腾地产20%的股份，那可值100亿不止。这条件确实诱人，可是陈耀又不是傻子，莫非？哎，考虑怎么样了？陈耀，你上帝豪银行干嘛呀？我也想见行长一面啊。原来如此，这个陈耀一定是手头缺现金，想利用股份从行长这换点流动资金，这到手的肥肉岂不是又肥？行，赌就赌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。对不起先生，我们行长说您不够资格让他亲自接待。什么？老子存10个亿他都看不上，一定是你工作能力太差。开除开除。别为难人家小姑娘，愿赌服输吧。不行啊，你不说你也要见行长，除非你能让他亲自接待。我是让他亲自接待，你就把房子和车子都还我，可以立字据。好啊，这里刚好有一份消防合同，来把它签了。陈耀，你要是没为行长亲自接待，这全部股份可是都归我的哟。麻烦你叫一下行长。先生，您是叫陈耀是吧？我们行长说了，凡是叫这个名字的，一律赶出帝豪银行。陈老弟啊，没想到你也有能被光速打脸的一天啊！现在我可就是龙腾地产最大的股东了哟。你们行长可能对我有偏见，你告诉他，我将成为有史以来帝豪银行最大的客户。
还不见吗？最大客户，让我问问。先生，如果您单次存款在我们帝豪银行能超过200亿，您将成为帝豪银行有史以来最大客户。按照规定，我们行长必须亲自接待您。肖总经理都告诉我。哎呀，你别垂死挣扎了，200亿，就算你不背债，你们公司20%的股份分红速度也得计算20。这里有一张你们肖总经理亲自为我办理的纸质金卡，里面有流动资金300，它有整个卢氏集团的全部。你为了见我一面，居然卖掉了卢氏集团全部的实体产业，作风果决狠辣，确实不是普通的角色。不破不立、不忠诚的产业，不如转入金融。雨晴，你们把雨晴怎么了？雨晴小姐受了重伤，正在恢复调理中，都是百米所赐。我，雨晴小姐乃何总的掌上明珠，唯一一台超级 AI 被移植在小姐的手机里，这就说明了一切。她在鼎盛国际很安全。陈耀，学会放弃也是长大成人的必经之路。雨晴和你不是一个世界。道理我都懂，我只想见雨晴一面。我现在拿出300亿，难道不能护雨晴周全吗？300亿，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。有一个小小的行长也不得不同你见面。到底想说什么？就是呀，陈耀，你以为你一个人就能对抗鼎盛国际？我知道鼎盛国际的核心就是超级 AI 科技，背靠漂亮国柴斯财团，你这300亿，水花都翻不起来。如果龙头产业尽在我手上，我能不能跟何医生谈条件，分庭抗礼？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陈耀。龙爷绝对不是普通的人物，希望你不要与虎谋皮，弄巧成拙。陈阳，雨晴，陈阳呢？他们要对雨晴做什么？我不能忘记陈阳，我不能放过我的记忆。每注射一次，雨晴小姐的记忆就会丧失一点，她现在生命危在旦夕，如果不能忘了你，就无法回到 AI 状态，就没法活下去。放手吧，小伙子。行长，求求你让我见见雨晴，求求你让我见见雨晴。陈耀，柴斯财团对华国的经济侵略，很快就会烧到龙腾地产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同意，凭什么让陈耀当化石人？陈先生拥有集团100%，已经是集团实力，他做这个化石人。实至名归。要是有人不服，可以退出龙腾地产。恕不远恭。你陈耀，龙爷还没有待机呢，你就以为你是董事长了？我看是你们才不把龙爷放在眼里。龙腾地产不景气，还不是那些垃圾产业导致？看我干什么？说我是垃圾产业？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陈耀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不要以为有龙爷给你撑腰，我们有人敢收拾你。整个集团对抗。你现在根基不稳，暂时不要得罪所有的微妙。陈耀，怎么这么牛逼呢？是不是以为这个化石能当令了？据我所知，段少家应该没有能力能够购买超过30%以上的股份。我肯定是没有。漂亮，我有吗？各位。这位是柴斯罗尔财团亚太地区的全权代表罗伯特先生。Mr. Long, I'm Mr. Chen. Our Chelsea company has prepared to buy the whole typing company. 只要我龙天霸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龙腾地产落入外国人的手中。地产来华国是根本，而华国的地产中心正是，如果被外国人控制，华国是条经济命脉。Don't rush to refuse me. Our Chelsea company has prepared $5,000 to buy your company. You don't have option to refuse. 5000亿啊，
这可是梅子，这可是龙腾房地产十年的总产值啊！王爷，集团在与鼎盛国际的冲突中不断失利呀、啊，其背后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做支撑啊！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龙腾地产竟以借两为足，才登次日已达到了1000个亿，此是为绝命良机。说来说去，不过是一帮软骨头，把华国的土地拱手相送。怎么样？你一个大学出身的废物，懂什么叫资产有不明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资产有不明，但我好歹知道民族气节怎么写。Narrow nationalism, looking at the beautiful rules of my country, it's better you should accept this. 罗德先生，你给我听好，我以集团化石人的身份告诉你，想吞并龙腾地产，做你的全球大王。And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talk. 哎，罗德先生，你放心走啊！陈耀，谁他妈承认你是化石人了？集团九九第一条，拥有股权最多的人自动成为化石，这一点应该没有记错。怎么，你有股份是吧？罗德先生，你可以先当集团的化石人，然后一步一步的蚕食、鲸吞。我段氏股份愿意半价卖给柴斯财团。孙婶也愿意打骨折？我要出试试。罗德先生，你买下我的股份。你们把股份都贱卖了，到底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告诉你，龙腾地产日薄西山了，龙爷也不行了，当然要自暴自弃。陈耀，柴斯财团现在拥有集团40%以上的股份，不是化石人了。你抢了我的股份，我的女人，脑子今天就要胀死你！你们觉得柴斯集团拥有40%的股份，当了化石人？就能掌握龙腾地产是吗？不然呢？快他妈别装了，我还等着看你屈膝投降的样子呢。那你是看不到了，龙爷。是什么？我陈耀宣布将自动赠予20%的股份，我与龙爷将共同持股超过40%。我操，陈耀，你他妈疯了！允许你自毁长城，不允许我动不动乱。放心好了。龙云已经把集团主权全权交给我，就算我持股1%，也一定要成化石人。你就不怕龙爷把你走进出门？我必须掌握龙腾地产，成为集团化石人。从我踏上这条路的第一刻开始，我就想了，倒是你们已经全部出去了。你，咱走着瞧。龙腾集团目前还存在海量的赤字。不应该将他们全部清理出集团呢？按照县宇资金链，集团还能支撑维持多久？按县宇的池子情况看，最多还能维持4年。龙腾地产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了。如果龙腾地产灰飞烟灭，你想再见以前的心愿就无法实现了。屈指无法实现，到时候我也会一无所有，容易即便起来。你让我去证券公司开户，是为了进入股票市场。目前时机未到，小猛，我小友，你明天陪我去一趟王家村，龙腾地产的兴旺在此一战。好。来，龙爷，怎么又对王家村的土地开始感兴趣了？据可靠消息，最近王家村在搞高新开发区，整个魔都的资本都在蠢蠢欲动，这块地价肯定会水涨船高。咱们龙腾集团要想翻盘，必须要靠这块地。这荒郊野岭的，龙爷不是让人骗了吧？哎呦，这不是咸鱼翻身的陈耀吗？怎么着，你们也对王家村的地感兴趣啊？刘成，上次打赌输了。还没问你要回我的车子房子呢，你他妈还敢来？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嘛。陈耀，这做大事的人啊，不拘小节的。我听说你最近投靠了柴斯财团，你们今天到这儿来，是不是大漂亮国也想染指王家村？龙爷英明啊！但是我们柴斯财团呢，已经对王家村的地是势在必得，我劝龙爷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啊。势在必得，这种规划地都是公开投标的，
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啊？你以为外国的资本找上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之类的，还不是没有名目？废话少说，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知道现在王家村的地在谁手里？我告诉你，是王家爷。怎么？你们认识？接着是认识。龙远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趁早放弃陈耀这门棋子，免得跟着他葬身之地。这个刘成做了洋鬼子的走狗，好小人得志。陈耀，你也别太灰心了，这种上百亿的项目不是儿戏，最终还是要看招标的。我也不跟在座的各位废话，王家村有柴司要定，这是五十个亿，你们自个儿看着办吧。刘成，你也太目中无人了，招投标的报价向来都是公开统一的，你直接在这儿说，这都把其他老板放眼里。好的。你们怎么不直接取消招投标，这样还直接点？要不是在华国非要走这个流程，我们也很想直接内部竞标，但是最后中标的人是谁，这我就说了。就算搞高新开发区，柴司出五十亿也是下了血本啊。龙腾地产出资一百亿，刘成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这块地我要定了。干什么？从前我尊称您一声地下皇帝，现在你他妈是个屁！柴司要两百亿，龙腾地产出资三百个亿，这很漂亮，不是老牌资本吗？龙爷，招投标可不是上战场，王家村现价两百亿，不归属柴司财团。陈耀，要不是我爷爷继承了族长的土地，还要被你骑在头上。何以晴那个贱婊子怎么没来？该不会是被你甩了吧？王家爷，都什么时候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？到底是谁在执迷不悟？陈耀，你不是很想要那块地吗？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我还是可以考虑把地让给你。王小姐，你龙爷，这次是我连累你的。王家爷，那都是咱们的私人文件，希望这一次你大局有终。陈耀，真是想不到啊，你都做了龙腾地产的话事人了，还要给我下跪，可真是破了天荒了。陈耀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和那个贱婊子，这一次当好你的狗就行，非要跟我装什么逼呢？够了，不就是先天赏吗？龙腾地产出资五百个亿，我靠，五百个亿，老子的你他妈疯了吧你！小友为了我甘愿受辱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龙天霸行走江湖，靠的就是这一身的信义。龙爷，别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现在龙腾地产已经半死，还要加上陈耀这个累赘，我都替你感到不值。你们不就是想要王家村这块地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条路，只要陈耀能走过去，我就把这块地让给你。陈耀，该上路了。你觉得我很好骗是不是？陈耀，什么意思？我是男人。是呀，怂就是怂，要是真有种你就从这儿跨过去。就算我走过去，你们一样不把你交出来。龙爷，三百个亿已经是顶天的价格，就算王家村是块宝地，也不值得您继续投入。陈耀，你真不是个明星，现在整个龙腾地产都靠着王家村救急呢，你竟然敢动我的财产？现在不跟龙爷争了，难不成你和王家爷串通好了？陈耀，你少跟我血口喷人。这样吧，打个赌，在场所有人能够光脚走过这条火盆的，就可以当场五百亿价的成交。
100亿，陈耀，你在做梦！你拉我干嘛？要是陈耀真走过去了怎么办？这块地就算全开发出来，也不值这个价。再说了，好，陈耀，要是你真走过去了，我就当场跟龙爷签字。放心吧 ，AI 赋予的私域能力，对付一个小小的火盆还是没问题的。龙爷，这一脚还你我之间的恩情，从此以后。看来小雨早就知道了。走完了，三四吧。陈耀，他教他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要是跟你一样有戏，老子就是就没指望过你。那么老外这么想要王家村，恐怕醉翁之意。我到底想，你们的真正目的应该是王家村地下的游戏。陈耀，我承认你会些杂技，但难不成到了天眼？地下的东西，老子怎么不知道地下还有东西？两位老板，王家村之所以值钱，是因为地下蕴含了丰富的石油。石油，而王家村外资勾结，就是为了盗来王家村。你给我闭嘴！是吧？地下居然有石油，这要让外商盗掘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石油资源可谓价值连城，这帮外商200亿想买下它。就是便宜了他。你怎么知道地底下有石？我说我睁开了天眼，你信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，国家资源都敢卖，不知道按照法律，你们都要被枪毙吗？不是你说什么能赚大钱，娘还陪你睡了一晚，现在连命都要丢了。你是什么？陈耀，别得意，合同还没生效，我们何罪之有？都是你们。花了100亿买一块破地，现在石油也没了，你们打头回本。哎，从商业角度来说，这笔买卖确实不划算。外资的罪名毕竟没有坐实，这位小友太心急了。是啊，陈耀，我们都还没签合同呢，算什么倒卖资源？陈耀，你果然还是那个没有长进的废物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们坐这真的吗？这是开玩笑，喉咙的尿都吓崩了。好娘好说歹说也赚了100亿，陈耀，你这就叫一招损，满盘输。谁说我输？还在嘴硬？你花100亿买了块无法升值的地，这不叫输？陈耀，就算是100亿，咱们至少能回本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王家村底下有石油是鼎盛国际告诉你的消息。那又如何？鼎盛国际的背后资本是柴斯财团，他们肯定会挺得住。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底层底下还有金山？什么金山？为什么我没听过？鼎盛国际早就有脱离外资的想法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吧。刘成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王家村下面真有金山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金山要是开发出来，价值上万亿啊！这才是家里有矿啊！陈耀，说鼎盛国际出卖我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，我当然有。出来吧，张行长，是时候该你蹦迪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行长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本打算与刘成合作，骗他买完王家村后，再私自开采矿产，没想到被这家伙给识破了。张成，背后不是柴斯财团吗？是不是背叛我们？鼎盛国际早期确实仰仗那些外资提供经费，但是那帮洋鬼子贪得无厌，一而再的盗取华国科技。现在，你说，你这个废物，影响我们。行长，吩咐下去，让他把车房还给陈先生。他要是不乖乖听话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张成，都飘了。对，王小野。是时候算一下咱们旧账了。陈耀，就算我看走眼，让你亏了一座金山，那也赚了100亿，总比那个贱人强吧？这一巴掌是为你起的。啊！
这一巴掌是为我防。陈瑶，我杀了你！贱人，就应该下地狱！佳言，你再刁难我不放你！现在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，这次说什么也不放。你不就是挣了两个臭钱吗？你跟我生气什么？生气？你和华少杀人未遂，我不知道。告诉你，已经什么都跟我说了。说什么？那个女人，她不是失忆了吗？陈瑶，我跟你道歉，求求你不要跟警察说。最该道歉的人不是你，到监狱里去。放我吧！咱们也走吧。王家村的后续发展还需要探讨。陈瑶，何总说想见你。何总就是鼎盛国际的总裁，何以胜呢？我若是不见。别这么孩子气，我要是说以晴小姐也在场。龙爷，您的病不能再拖了，现在陈耀已经拿到了股份，也替您扫清了障碍，现在龙腾地产坐拥金山，您已经可以和何医生讲条件了。你觉得陈小姐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龙爷，这一讲是还你我之间的恩情，从此以后我们俩不相欠。您的意思是陈小友已经全部猜到了？我想利用鼎盛国际的 AI 科技为我延长生命，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？快别这么说，龙爷，龙腾集团不能误我。石燕，如果有哪一天我先走了，你一定记住，龙腾地产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。来人，借一四千的东西给我拿下！是。爸，我才刚离开我女儿几天，找到了新欢，当初把疫情带回来了。爸，这是肖姐姐，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哎，我傻丫头啊，你这还没看明白啊？你请请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快起来，我都知道。小姐姐，你先跟我进来。你对付财四财团和我站到了统一阵线，我允许你提三个问题，不过涉及到 AI 科技的秘密，恕我无可奉告。财四财团的报复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，恐怕这次全华国的涉外资本都会受到牵连。那我有胜算吗？没有，凭你和老龙都不行，就算你们有上万亿的资产也没用。 S 财团的背后可是整个漂亮国的财阀。那要是再加上你呢？陈耀，雨晴想见你一面。好啊，你个死陈耀，小姐姐什么都跟我说。我再也想不起。母亲，你没有时间了，我把最后一个 AI 人交给你。这数据分析？嗯，有了它，你就能预测任何一个数据的走向，也就是预知未来。时候到了，小子，如果你不能战胜财四财团，我何一胜去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。陈耀，不要忘记我在世界的尽头等你。妈，这就是儿子的金山，等你病好了我就带你去环游世界。你在金山上班，那太好了，可以加加贵气。妈，我不是在金山上班，这金山啊就是儿子的。林先生，呀，这是在令堂出来转转吧，这离老远也看不清楚，要不我带二位去近处瞧瞧。这位，站住，没有监控的命令谁也不能进去。你好大的胆子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这位是集团话事人吗？俺们没见过，就算是话事人来了俺们也不能放行。这位工友，你们监控什么来头？连集团话事人都不放在眼里。话事人算什么，俺们的监控可是话事人亲爹。快快快，都他妈给我拿一点啊，早点干完了早点给你们接过去，这个不听话的给我揍。再他妈不服我的挨揍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我说你
他妈的能不能快点啊？知道这什么吗？这是金子，这一粒能买几个红人，知道吗？还是快点，继续给我送。什么东西？我知道是谁给你的权利在这监工的。哟，儿子你来了。你看你作用这么大的矿山，让爸当个监工不过分吧？老不死，你把你儿子害得多惨，还不知道悔改吗？你怎么说我在这害他呢？我这是锻炼儿子呢。俗话说了，养儿防老。你看我现在没吃没喝的，作为儿子，你总不能不管吧？林先生，令尊大人说的话倒也不错。你不了解他，他只会说。大家都来靠拢！大家都来靠拢！坐拥上万亿资产的老总，不管他爹，逼着他爹自杀，逼着他爹自杀，大家都来靠拢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没听说吗？咱们老总连他亲爹都不要，真是好狠的心呐！过万亿的身家，六亲不认，资本家果然每个毛孔里都渗着血。天打五雷轰啊！林先生，我建议还是稳定一下令尊的情绪，再这样闹下去，恐怕会有损你们的声誉。上次的丑闻事件，新让集团损失了近100亿。老来看呐、啊！老板，你不是说我不孝吗？你倒是当着全体工友的面，说说你是怎么抛弃妻子的？儿子。钱是爸不对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你是真的改过自新了？我真的改过自新了，我这一天发誓，如果我说谎，我天打五雷轰，我是儿子的。好像你爸真的改过自新了，你就给他一个机会。哥，你说的是对的，爸错了，好吧？你一个女的逃已经把我绿了，我已经和她离婚了。你要不信，我拿离婚证给你看。儿子，我就看在大姑父领兵的份上，原谅他。请过来吧。儿子，你对你爸做了什么？没事吧，老东西，我问你，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真心的，哈哈，要不是你有钱，我才懒得搭理你。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废话，为了博取同情，我当然要说谎了。啊，你个黄脸婆，现在你居然还信我，你真是活该呀、啊！这样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嘛，我只是点了他的穴，他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嗯。那我问你，你真的跟那个狐狸精离婚了吗？这个倒是真，那个黄脸婆他妈的居然敢绿我。不过我当然还要娶她一个呢，否则我下半辈子怎么过呀？如果我继续同意你监工，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很简单啊，狐奸耍滑呀，捞点金子呀，这才叫坐下其成嘛，对不对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我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？妈，你看到了，这就是这个人的真面目。我打死你，活该你要饭。啊，陈先生，我真是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怪不得龙爷那么欣赏您。陈耀，大事不好了，龙爷趁你不在带着大队人马去鼎盛国际了。陈先生，我知道你已经猜透了龙爷的心思，但是木已成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龙爷。师爷，以前就是变成龙爷，你说我能不能袖手旁观？走。陈耀，你上去吧，我先不上去了。萧默，你怎么了？来的时候就怪怪的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们已经接近一切秘密的中心了。我知道在你心中谁都没有办法替代疫情，但是我想请你记住我。杀死杀死杀去，疫情是第二个，派人调查何以琴在半年之前就车祸去世了，现如今仍然生龙活虎。我当时就怀疑是你研究的 AI 科技搞的。想不到我为你而研究的 AI 保命技术三三五四害你。不，你研究的很成功，换成 AI 的人将会长命百岁。我老朽将会重获新生。住手！龙爷，即便你杀了疫情，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变成 AI。已经晚了，陈耀，我朽已经无法回头了。超级 AI 的宿主，只能有一个，你的女人必须死。动手吧！住手！这怎么可能？龙爷，这就是 AI， 难道想这辈子都无法和相爱的人有肌肤之亲吗？无法亲近，总比直接去死要好。陈小九，你不会懂我的。
老朽还没昏聩，还没啥都不做两手准备。师爷，还在等什么？来人，打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再装傻了，陈小妖，超级 AI 的宿主不是他何以琴，而是你，陈耀。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原来是那个时候。没错，在你第一次出现，展示出拥有天眼能力的时候，我们龙爷就已经怀疑你。这便是重情。之后你又屡屡展示神迹。你不是说陈小妖死了吗？要是没有超级 AI 的自愈能力，我确实想不起来。我们便确定你就是那超级 AI 的宿主无疑。原来那天你们都是在配合我演戏。一半一半吧，陈小友，除了你身上的 AI 能力，老朽又非常敬佩你的胆识和智慧。杀了你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。龙爷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说什么都晚了，动手吧。动手。不要。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？陈亮，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大概是同去学校找王嘉良的时候，或许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已经有很多蛛丝马迹证明我早就死了。那你怎么还受伤，还住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变成 AI 是需要时间的，频繁的受伤，失去生命力，会加快人破伤。虽然现在还不完全，但是寻常的刀伤，难免何不能。想不到啊，老朽机关算尽，竟然如此的不义，可悲可叹呐！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现在 AR 信号还不稳定，或许将来能研制出真正助人长寿的 AR。已经来不及了。是，记得我对你的嘱托吗？龙爷，我的身上装有定时炸弹，两分钟之后就会爆炸，到时候这整座大厦将会不复存在。带着这个小姑娘走吧。龙爷，龙爷，走吧。龙爷，我没有强迫你，我对不住你，老朽来给你道歉啦。赶快去搜一搜，看有没有生还者。陈耀，陈耀，你在哪？陈耀，那个臭小子耍帅，走在最后面，怕是凶多吉少。陈耀，小姐姐，陈耀。现在不是你消沉的时候，如今财丝财团正在魔都嚣张跋扈，就是死也要拉他们一起陪葬。爸，陈先生，在龙爷死后，龙鹏集团全部归属陈耀先生。陈先生，请允许我称呼您少主。恭迎少主归位。大了，我们老家伙的时代过去了，永盛国际从今往后也跟随在你的麾下，不过等一切尘埃落定，你要和以晴早日完婚。爸，都这个时候你怎么说是这样的？陈耀，你要是能击退国外资本，成为全球顶级的巅峰神豪，倾注大量财务，再打造一台超级 AI 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陈耀，你现在已是万亿富豪，下面该怎么做？李奇达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们到底考虑清楚没有？柴斯财团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你们不乖乖同意收购，就等着被商业禁运。刘禅，你不明白其中厉害吗？帮着洋鬼子大肆收购华国商企，是想架空整个华国商业体系吗？子龙，管不着，我只知道事成之后我美，老子逍遥快乐。放屁！你把我们这些企业给了外国人，那些没工作的华国人全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风。烦死了！你知不知道，能被漂亮国看上是你们的荣幸。若是再狂躁，老子直接让你们的产业人间蒸发。你
韩家说的对，我们都不能吃喝。我李家虽然比不上何家和龙家，但在魔都也算排得上号的集团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绝对跟你这条走狗刚到底。好你老陈，你想干什么？老子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到底同不同意收购酒？刘成，我李耀天可不是吓大的，你那么拽，怎么车子房子都让人我收了呢？哈哈哈哈！放好他！啊！刘成，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正义私刑，未免也太无法无天了。带走啊！你，刘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谁让他非要提成交？本来我可以直接让他的产业消失，但我就是想跟他玩玩。刘成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代言人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苦苦相逼？老子当年浪迹街头的时候，你想收你们的白眼，现在说我苦苦相逼啊？今天我把丑话说一下，现在魔都超过60亿。都已经落到了台词上，其实也不差你这个。但是罗伯特先生给了各位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，是不是很诱人呢？我可是代表庄家来参会的，请你自重。谢我狗爹，老子就喜欢你。刘成，我警告你，你们张家已经决定并入龙腾地产，你这样也是不会放过。你父亲龙爷也罢，一肚子。还有那个陈亮，下一个就找他算账。你不用找了，我人就在这里，你倒是算一个给我看看。陈亮，现在魔都超半数的企业都已经在柴斯财团的手里，你一个龙腾集团小小化石人拿什么跟我斗？什么化石？他现在连化石人都不是了。哦，你说我不是，那就不是了。想不到吧，陈耀，柴斯财团整个龙腾地产所有剩余股份，董事会全部决定让你开除出龙腾地产。什么？陈英要是走了，龙腾地产就落入了那帮贱人手里。我听说这个新的化石人名字叫什么，是极为正派的。可惜啊。你说我被开除了，我就被开除了。怎么着？还得八抬大轿抬你出去？行了，咱们也没必要听一个没资产的废物口子。你呀、啊，赶紧把你这些打手请出去，别耽误老子好事。你不是听不怕听不怕吗？怎么让我们这些兄弟们磕磨磕磨？陈耀，警告你，老子的耐心是有限，要么你现在乖乖给我滚出去，要么什么时候等你做了化石人再跟我谈。这化石人我一直都是哦，只不过不是龙腾地产，而是龙腾地产和鼎盛国际的联合化，简称龙腾国际公司。陈耀，你是活在梦里吗？龙腾国际化石，你别瞎话，也有个限度。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。我看呐，他岂止是活在梦里，简直是没有常识。陈耀，龙腾地产和鼎盛国际是世仇啊，怎么可能联合？我承认，通过龙腾集团和鼎盛国际合作，两家股份稀释，你的确有可能是化石。但很可惜啊，只要何以胜和龙爷还活着，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发生。那要是我说龙爷已死，而何以胜将整个鼎盛托付给我，什么？最新头条新闻，龙爷离奇离世，家族产业全权交由陈姓青年继承。还没完呢，
永盛国际大楼遭遇恐怖袭击，老总何以胜宣布退居幕后。要是你们还不信的话，这是我刚注册联合公司的法律文件，白纸黑字，看看吧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作为股东，坚决不同意合并。当初是你要退出龙腾，联不联合？行了，陈耀，就算你坐拥两大集团又如何？让整个魔都吗？用不着。说什么？罗伯特先生，我建议你给家里回个电话，美丽国那边应该已经进入经济。Robert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银行都存不了钱？这是不是跟你们的工作有关？Robert， 怎么这么多外资涌进来？漂亮国的股市已经是一团乱麻，你被解雇了。一定是这个穷屌丝，他虚张声势，一定是他。Stupid! It's a big news. You should write them away. 废话，那么多外资涌进去，不容乱才怪。继续加。陈瑶，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股票这东西谁都说不好，就连我这种经验丰富的咨询师也是一样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能百分之百预测股市走向，咱们这摊子太大了，我心里实在发慌。确定要注资50000亿吗？这可是你当前的全部家当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增加100倍杠杆。这么多外资涌进去，我就不信漂亮国的股市不垮。要不是以前给我的 AI 能力，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Who are you? Please keep your hand out of my children and wife. Forgive them. 侵犯我国家财产的时候，在乎他们的钱老小吗？个人的资产。超过一个国家的经济，陈耀到底多少钱？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的话，雨晴，告诉他们。陈耀先生现在所拥的资产是人类诞生起至今所有财富的总和。现在对他来说，什么漂亮国的财政总和都是他账户里的一个零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在骗我！雨晴，以我现在的财力，想要一个人人间蒸发需要多久？大概是。主人想蒸发什么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妈，儿子今天结婚，高兴一点吗？妈，这是高兴的。看到你们小两口平平安安，我就知足了。女儿，爸爸也高兴啊。少主，该送新娘子。入洞房了，你研发的新的 AI 果然有效，怎么都恢复肉体之身、嗯、可惜龙爷没有等到这一天啊！哎，那天你跟香木在房间里都说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对了，我还有个惊喜给你。这是 AI 空间，你已经能自由控制进出了。这还不是我给你的惊喜呢，你瞧。雨晴小姐，听说你今天就要结婚了，该不会就这个臭屌丝吧？喂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欺负我们雨晴，我饶不了你。绝对不会。